10月6号下午，鹿晗发微博为自己今晚即将在工体开唱的2018全国巡演进行预热。他写道：“今晚在工体唱歌给你们听，并配上一张彩排现场的背影照。”随后，一众好友纷纷在评论区送上祝福，魏大勋第一时间留言道：“期待今晚，加油加油！”王俊凯也来加油打气，期待今晚鹿哥加油。Angelababy、王嘉尔还有何老师都送来祝福，今晚听你唱，演唱会加油哦！张艺谋工作室还艾特鹿晗，表示今晚相约工体。看来无理小鹿人气相当高呀，粉丝们更是开心不已，祝二行顺利，坐等今晚大合唱啦！萌萌郎新闻，期待鹿老板今晚的精彩表现。报道。